一个相当趣味，但是嘛真令人感动的现场啊！这是由一间文化大学国术系的学生，伫咧1902年，因来发起希望当穿着国旗的服装，扎着国旗，叠罗汉，行到台湾1802的景点，希望会当完伫咧全台湾叠罗汉的这个梦想哦。同时嘛，表达叠罗汉是需要团结来完成的这种精神，希望台湾人民爱团结为国家。伫咧今日哦，第42的景点，因是选伫咧嘉义市的民族性地地标中央喷水池，伫咧顺利完成因的目标之后，因真欢喜哦，感受到嘉义人的热情，同时嘛来感谢嘉义新丰庙的支持和鼓励。文化大学国术系这群学生，今仔日伫嘉义市民族性地地标中央喷水池，穿着国旗衫，扎着国旗，稳定安全顺利完成因第42景点卡罗汉的壮举。拢是学习国术的这群大学生，因知影塔罗汉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力量来完成。在现在社会难力混乱的时代，因要用行动，伫1802年要来完成台湾1802的景点，象征团结力量的塔罗汉的愿望，要表达希望台湾人民团结。今天就是我们从台北来到这边，就是准备在这边拍一个景点，然后这边是嘉义的民主圣地，那。就是蓝绿就是对决嘛，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台湾人，那大家都团结一点，我们利用这个动作就是象征团结，希望台湾更团结，然后台湾年轻人就有希望，那我们就可以更好这样子。嘉义成功庙支持少年人创造梦想，行销台湾，行销嘉义，董事长叶元祖给因大红包甲因鼓励。今仔日吼，拄拄即假日，哎，当哦，希望来去咱嘉义啊，祖罗山哦，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個、地头啊，咱即地头咧，因为咱有阿里山哦，出名的地点，啊，佮咱嘉义啊，即、這个民族性地的遗款啊，伊要做只表演啊，使得咯，互大家会当了解讲啊，咱。啊！因要行销台湾，哦，阿妈要行销咱家己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家找一点啊，互因表演啊，希望吼、哦、咱地方。伫接近岁末之时，时间真紧迫，因接下要南下台南，继续完成心愿。这整个行程拢会做下记录，发表在网站媒体，予世人知影，也希望会用替台湾，也替嘉义，伫这个民主性地圆环的记录来做行销。谢谢新闻蔡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。